哎，大姐，这是我的地方。你多大呀？你管我叫大姐啊？03的。这儿怎么就成你的地方了？我还就坐这儿了。我叫周婷婷，是来这旅游的，但是钱包、手机、银行卡都被偷了。我都在这睡3天了，就刚上锁回来，你就在这儿了。算了，看你也不像有钱人，让给你了。我还就不信了。这些够了吧？大姐，我是坐飞机又不是打车。那几百我豁出去了。这些肯定够了。大姐，这些也不够啊，我习惯坐头等舱。你以为自己手无寸金呢？这你都知道？这些都掩盖不了我的气质啊。你就继续在这做你的白日梦。哎，大姐，帮帮我吧，我以后一定报答你。哎呀，求你了，你看这乌漆嘛黑的混成这么多，我一个人。行了行了，大晚上的，你一个小姑娘在外面也不安全。先跟我回家吧。姐，你以后就是我亲姐，我罩着你。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吧。真可怜，连老干妈都没吃过。姐姐，你人真好。你家都这么困难了，还给我吃这么好吃的酱。什么？你们家客厅还没有我家厕所大，你平时一定很憋屈吧？我说你这人演多了，真当自己是公主了。我真是……哎，算了，你吃完了赶紧去洗澡啊。这是什么？怎么洗澡啊？我教你，这是海尔双奶热水器 PA-D5， 它是双奶3000瓦大功率，双管交替加热，加热更快更省时间。特有3D智慧洗科技，能够边洗边加热，可以连续出水146分钟。你看，你用这个花洒一开，热水就出来了。哇，颜值还挺高的。哎，这还有个小表情，蛮可爱的。那这水干净吗？我皮肤经常过敏的。放心吧，它可以多重净化抑菌，过滤水中杂质，抑菌率达99.99%。它采用锆金全瓷科技，采用搪瓷层内胆加锆金加热管，抗腐耐垢，实现每磅终生免更换，还能够手机智控 AI 云智能，能够自主学习用水习惯，可省心了。你先洗着，我去给你拿衣服。你这个什么热水器也太方便了，还有多种用水模式，这个舒适洗模式简直太爽了，回家我也买一个。连热水器都没用过，真是个可怜人。我这有1000块钱，你先拿去用吧，不用还我了。但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一定要当个好人。听你的，我以后一定当个好人。你在干嘛？吓死我了，我刚刚上了个厕所，看你还没睡。这个方案要是再做不好的话，我就要被炒鱿鱼了。金海集团。接下来呢，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方案。这个呢，就是你们公司就拿这种东西跟我们合作，太侮辱人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叶小林，你在搞什么？对不起，刘总，都是我的失误。婷婷，我好心帮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叶小林，你被开除了。我看是谁敢开除他。周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刘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首富千金，金海集团只是他家众多子公司之一。我去，我看是谁敢开除我姐。怎么样，交了没啊？小林啊，你是周小姐的姐姐，但是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个 PPT 是我做的，小黎的方案我已经拿给我爸看了，他已经同意了。哦，还有，这是你们公司的收购书，以后小黎就是你们公司的新老板。我？黎总好。所以你说我们家客厅还没你家厕所大，是真的？那你没吃过老干妈？我们家都是吃 L Max 鱼子酱，腻死了。那你平时洗澡是在？当然是去私人浴池啊。哎，对了，小黎姐，为了报答你，我把我哥介绍给你怎么样？他虽然脾气臭点，但长得还……周婷婷，你又跟我闹什么幺蛾子？周柏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不，你们认识啊？